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华尔街老王直播的专栏。那么对于下周股市呢，我预测是上涨。下周呢，大家注意的一个经济数据呢是周五的就业数据。那么恰恰呢又碰到下周下下周一呢是长假日，9月3号的 Labor Day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尾声非常的漂亮。那么咱们看这个 QQQ 今天已经创下了这个历史新高，Jim Cramer 说的369这个位置呢还是继续突破，说明市场的牛市冲天。按照一般的传统理论呢都无法去分析这个牛市为什么这么牛。咱们看好的股票呢是 BBIG， 上周呢咱们推荐了这个 SPRT， 在我的免费的视频里面，还有这个SPRT 其实已经在咱们的专栏里面推荐了好多，在此呢感谢各位赚到钱的朋友，谢谢你们的有心，你们的这个赚钱呢是 well deserved， 因为要成功呢，一个方面呢就是要一个观察力和细心，对于细节的一个了解。那么SPRT 从短期的咱们开始讲大概7、8块、9块钱，一直到现在差不多到60块钱，也是翻了接近10个倍啊。所以呢再次感谢大家那么下周呢我看好的股票呢是 BBIG， 我昨天呢还做了一个视频，大家可以去网上去听一下，周五的紧急提醒就是关于 BBIG。 那么周六呢，我想周日的时候呢我想做一个广告哈，就是告诉大家周日咱们的这个直播呢将改为封闭式的免费的邀请式的。那么你要报名的话欢迎你，这个因为现在2000年8月的话和2021年的八月和2020年的八月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不同原因在于说这个估值啊、态度啊、情绪啊各方面都不一样，所以我称为2021年牛市交易策略2.0线上讲座。如果你想报名的话，欢迎你呢就是加 Chinese FM 168这个微信，周日美国东部时间6点钟咱们做这个邀请式的线上访谈，好吧，那谢谢大家了，周末愉快，拜拜。